那我们来看看第三课的语法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说的说过的，还是和或者。那这个之前我们说过喽。一般来说，还是呢，它是用在疑问句中，所以它是一个问题。或者它是用在陈述句。你要喝咖啡还是？喝茶。第二个呢，也是一个疑问句，所以我们还是用了还是。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第三个呢，它不是一个疑问句咯，所以我们用了或者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吃米饭或者面包，面包都可以。最后一个呢，它也不是疑问句，所以我们用的是。或者天冷了，或者工作累了的时候，喝杯热茶很舒服。我们说到的茶是一杯一杯的，一杯茶。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句子里面包含疑问形式的小句子的时候呢，小句中只能用还是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句子里面有一种不知道或者是不确定的意思，那我们也要用还是。虽然它最后是一个句号，但是呢，它表示一种疑问，或者是不知道、不确定。周太太40岁还是50岁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用了还是。六，小丽还没想好周末去爬山还是去看电影。那这个也表示我不知道，不知道选哪一个，不知道是爬山还是看电影。他的生日是10月还是11月，我不记得了，我不知道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不知道。这里有一个练习，我们要完成句子。你喜欢看书什么？玩电子游戏。还是。对了，第二个。我们出去吧，买东西，什么看电影？或者还是。如果要用还是的话，我们最好后面是一个问号，因为他在问另外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是一个问题的话，他表示这两个事情其实都可以的，两件事情都行，它不是一个疑问。我还没想好穿红色的裤子或者咖啡色的裤子。我觉得是还是。那这个句子呢，我们还是用还是比较好一点，也就是我也不知道哪个更好，因为我只能穿一条裤子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穿哪一条，所以它有一个疑问。好了，我们看下面，存在呢，就表示有什么东西。例如我们会说，先说一个地点，桌子上，或者是家里，电视旁边放着。对不对？一个动词加一个着，表示一种状态。我们可以说，电视旁边放着一个遥控器，放着。或者你也可以用什么坐着呀，或者是住着谁谁谁啊，这些动词加这个着，然后呢，再加这个量词加名词。例如，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，花瓶里面插着一群花，一朵花还是一束花？啊，一束花。对，花瓶里插着一束花。椅子上放着一只猫。小猫是坐在上面的吗？椅子上坐着一只猫。几只是 living room 放在一盆花。对。起居室放着一盆花，很好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喽。好，这里呢，他给了我们一些例子。那老师刚刚已经说了第一个了，桌子上放着一杯咖啡。我家楼上住着一个老师。对了，住着。商业。写着。写着。320元。桌子上。放着很多饮料。如果是这种句子的否定形式的话，我们先要用这个地点，然后要用没什么这，然后呢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啊。
例如这一个老师说的第一个句子啊，桌子上没放着咖啡。我家楼上没住着老师。上面没放的。没写着。没写，没想的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桌子上没放着，没放着饮料。下一个是要我们自己来完成句子。我家的桌子上放着什么？一本书。一本书，对的。我的电脑旁边没放着水壶。第三个，公共汽车上。公共汽车上坐着三个人。三个人，我一般说一个地方有几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几个。除了是我家，比如说你要介绍你家的成员的时候，你说的是几口人。那如果是你在一个地方看见有几个人的话，没有几个。这个呢，它是用这个字会来表示可能会，比如说待会儿可能会下雨，一般是表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，未发生，没有发生的事情。例如第一个，你穿的那么少，会感冒的。别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你不给他打电话吗？他会不高兴的。喝杯热茶会很舒服。练习里面我要让你们来用会来完成句子。快起床吧，你。快起床了，你会迟到。你会迟到。你怎么没吃早饭？会很累。哦，会很累的。你怎么又没吃早饭？会很累的，或者是会饿的。医生告诉我，不运动会长胖，会病了病。哦，会容易生病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咯。下一个，那这个也要用我们第三课学到的原点和词语来描述图片。你想什么呢？桌子上放着这么多好吃的。你说我吃什么好？水果，什么面包都会对你的身体好。那我吃水果吧。锅子是了，锅子。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？我不知道，你看看机票。还可以用这个词语，记得。我不记得了。我不记得。对，我不记得了。机票上什么？12月4号，上写作12月4号，那就是后天。对，很好。下一个，我的笔呢？你看见了吗？红的，还是黑的？红的那个电脑旁边放着笔。对，放着一支笔。是你的吗？你家楼上什么很多人吗？住的，对，住着。不，只有两个学生。他们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？大学生。